禁忌，台风预警，或将正面袭击晋江，暴雨就要来了，晋江人请注意，可能将很快登陆，目前路径直指福建。一，在热带低压影响海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应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二，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积涝和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